这肚子饿呀，到哪找点吃的呀？嗯。嗯。哎呀妈，这也太香了吧！哎，怎么有股辣条的味道？嗯。哎，那不是好汉吗？哎呦。哎，好汉，你吃的啥？大熊。你看那，看那。嗯。哎，我辣条。饮料哦，墩子，你看那是不是好汉？哎，你看，哎呀，阿狗，这是我的饮料。嗯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是我的了。气死我了！什么人啊这是？铃铛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一定要防着一点二狗。好，反正吃，挺好吃的。嗯，肉肉，哎，吃啥呢？方便面呀。正好我也没吃。啊啊！哎，你们说这二狗也太过分了。就是就是，哼！我们得想个办法来整一下他呀。哦，哎，我有个办法。嗯，走走。哎哎，二狗快来了。哦。嗯，今天的苹果真新鲜啊。就是，哇，真甜呀。苹果。真甜哟，都吃着呢，有我的吗？嗯，二狗，你要不吃我的吧？哦，哎呦，今天这么大方啊！哎呀，哦，二狗，这个苹果味道怎么样呀？哎呀，这什么？怎么这么辣？嗯、这是给你特制的老干妈苹果。哎，你们太过分了！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